Time for a little honesty check. How many of you swipe through your short videos to unwind after a busy day? It's relaxing, maybe even addictive, but some people have managed to discover new hobbies through these videos. Craft is an account with nearly 10 million followers, and it offers personal interest in art and craft DIY videos. Started by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who wanted to share their hobbies with others, they have instead found a career calling and now on a mission to touch more people. We meet Jing Xiating, the main blogger, to find out more. 我是豆东西栏目的主角，大家都会觉得哇，你们的视频好治愈，然后给大家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Hello， 我是考拉金霞婷，是一位视频创作者，是作为东西栏目的主角。我们总的就是会选一些小而美的东西，然后最好是可以兼具一些实用性，让观众看到会有一种哇，我也想要做的冲动。 我比较喜欢那个作品叫《金落花开》，那一个的原材料其实是一颗我好多年前买的一颗樱花树，它一直种在公司的花坛里，然后2年时间它只发过一次芽，再也没有动静。然后我们就把它给拔出来，对它进行再创作，赋予它新的生命。 我们也会根据当下的热点时事来创作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最近的冬奥会，我们就做了2期，一个是鸽子灯，然后还做了一个冰墩墩的小挂件。我们的视频收到的最多的反馈，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哇，你们的视频好治愈，然后给大家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生活压力，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挺大的。我们的视频因为比较安静，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中找到片刻的心灵上的慰藉之类的，可以安静的享受那几分钟。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锦鲤的花灯，拍的时候有收集同事的愿望。 写在它的鳞片上，贴在上面。灯一打开就会发光，然后映出大家的愿望。发到网上之后，大家就在弹幕里就纷纷的许愿。定格动画一直是我们视频的算是一个小亮点，因为它比较有趣。我们有一期做了一个百猫图鉴。 那一期是我们做了大概50只白色的石膏小猫，然后让同事们来在上面进行绘画创作，然后最后做了一个定格动画，是一群小猫，然后慢慢的聚拢到一起，拍了一张合影。我觉得爱好跟职业其实并不冲突，往往你爱这件事情，你就会投入更多的心力去做它，然后也可以。 做到事半功倍，这样子。关于我们怎么养活自己，因为有一些品牌方需要推广他们的商品或者品牌，然后就会找到像我们这样有一定的粉丝量，然后传播力也还可以的账号，通过我们视频的植入，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产品，然后我们从中获取一些广告费用，这样。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的是一些比较小巧的轻手工项的一些作品，然后最近我们有想尝试往大了做，就比较大型的装置或者一些类似旧家具改造啊，一些比较大的手工。我们去年有做过4期的线下课程，跟爱手工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面对面的交流想法，然后分享自己的创意。 我觉得这样的氛围很好，所以我挺希望这样形式再多一些。我们的粉丝现在全网大概有近1000万左右。
大部分人其实是在看视频，然后也有小部分朋友其实会自己动手去做，然后也会把他们做的作品然后私信发给我。我觉得手工这一类其实算是挺小众的一个类目，但是我觉得我们做账号这么久以来，有把这个小众的类目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加入进来，然后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想法和分享自己做手工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开心的事情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这个账号做出的最棒的事情。